好，我哋今日信息咧系讲到咧发扬神属性查经法，系可以帮助我哋提升我哋同神嘅关系。咁咧就我用一个比喻讲吓，大家当你谂到你父母啦，谂到佢嘅爱啦，好多时大家都会系我谂到佢好多嘅地方，好嘅地方。咁尤其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过好多安息礼拜，咁呢个安息礼拜咧，嗰啲家人就会讲啦，我爸爸媽媽點樣好啊？咁又講一路喊一路喊。不過有時咧，佢哋就喺嗰個安息禮拜咧，就會諗曬出嚟咧，就講咗好多嘢咯。不過平日有時唔係好記得嘅，即係佢未離世咧，就唔係好記得嘅，就淨係記得佢有時攞攞嗦嗦啊，吟吟沉沉啊，有啲困難啊，有時都會識講佢嘅好嘅地方。但係咧，佢唔能夠活在呢種同佢父母真係咧係被愛嘅關係，都愛父母嘅關係。我應用翻神一樣嘅。咁咧有啲人好耐好耐或者諗分享啦，咁就會諗到神咧有啲做咗個作為，即係會偶然去諗。但如果我哋能夠隨時去諗，並且由聖經嘅經文成日睇到，並且成日去宣告同埋相信喎，耶穌而家愛緊我，耶穌同緊我一齊，耶穌陪緊我，耶穌加力量我，接納我。雖然人唔接納我，雖然人咧傷害我，雖然人做咗啲唔好嘅嘢。但我依然咧，神而家愛緊我，就算個個人否定我都好，神肯定我，我唔使擔心。如果大家有呢種嘅同神嘅關係，並且咧能夠見到任何嘢都諗到神，我自己嚟講咩都諗到神喎。好簡單，大家放鬆一下，深呼吸，有冇覺得舒服啊？放鬆嘅人，深呼吸係好舒服嘅喎。呢個都係神創造嘅奇妙，都係神嘅愛嘅表達嚟嘅。即係呢，好多人冇去諗呢啲嘢嘅。咁譬如飲水都係舒服嘅，係咪？食嘢都係舒服嘅。欣賞大自然，真係嗰啲顏色係好調和嘅，係好靚嘅。你睇啲雀仔啊、蝴蝶啊，即係有時有啲咧，你想像唔到呢兩種色可以溝埋。通常人著衫咧係好少咁樣溝法嘅。即係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中意睇雀仔啊？我就好多時中意睇雀仔，亦都影雀仔嘅。咁咧就發覺啲雀仔啲顏色有時咧撞色咧係撞得，即係普通人好少咁撞色嘅。並且雀仔嗰啲顏色同衫嗰啲顏色係好唔同嘅，佢有種令咧係一種質地係唔同嘅。咁呢個咧就係都係神嘅愛嘅表達，讓我哋能夠享受係咪？其實喺任何嘅地方我哋睇到神嘅愛。咁所以呢個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嘅目的就係幫我哋由聖經唔係淨係睇到經文，好多時咧人就睇嘅。我有咩需要？我有咩煩惱？我點樣信靠神、依靠神咧？得到幫助啦！呢個都係好嘅，呢個係需要嘅。不過淨係由我得到乜嘢？即係好似有個人同父母講：你咧又照顧我啦，又幫我啦，又供應我啦，真係好啦，多謝你，多謝你。即係成日都係講到我得到啲乜嘢？我有煩惱咧，你又幫到我，真係好啦咁。但係如果佢能夠同佢父母講：我睇到你為我織冷衫嗰陣時咧。你點樣呢？首先你見到我需要件冷衫，即係你好想送件冷衫俾我，你就去諗。當然而家可能好少人織冷衫啊，即係以前就會有。咁咧就會諗咩色好呢？點樣嘅款嘅衫嘅好呢？就去揾嗰啲 pattern 啊，揾嗰啲冷嘅喎。揾咗之後咧，咁咧又織啦，織嗰陣時一路度下，啱唔啱身啊咁啊。然後咧著到啱身咧，又會好開心啊。著得如果佢唔啱身咧，佢又會想辦法去調教啊。點樣著得？好啊，即係喺呢個過程咧，唔係淨係睇到媽咪即冷衫啊，係睇到佢背後嘅心啊，嗰個心點樣關心，點樣想祝福，點樣細心，當嗰樣嘢係啱佢嘅時候，佢就好開心。而一個仔女會有好嘅反應咧，個爸爸媽媽個媽媽更加開心，係咪？當你咁諗嘅時候，係咪會更加體會到媽媽嘅心腸啊？或者大家諗下你嘅丈夫太太，你嘅父母、你嘅仔女、你周圍嘅人，或者教會嘅牧師、周圍嘅組長，佢哋嘅愛心對待我哋。如果我哋去諗咧，唔係淨係諗到我得到乜嘢，好多人就係諗到我嚟到教會咧，有好多人幫我嘅，而家我成個人鬆曬啦，點樣進步啦？咁嗱，呢個只係我得到乜？但係如果我哋諗，點解佢哋會肯付出代價去幫人咧？當我哋體會到佢嘅心腸嘅時候，個心就會好感激。哇！原來佢哋咁好嘅。这個就是發揚神屬性查經法的那種的意念，这個是神教我的。其實神呢經常都教我不同的東西，我在祈禱的時候呢，也有時不是祈禱的時候呢，在走路啊，
喺度去洗手間，忽然間就有意念嚟到我身上。如果大家同神有親密關係咧，就會有呢啲嘅意念。咁呢個教導咧，我都好感謝神，真係咧，我想講咧，係完全唔係誇耀，係神嘅恩典，係我好少聽到人，即係我都未聽過人咁樣講查經法嘅。咁而我好想傳開，咁我去到不同國家，我都想盡量去傳開，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到呢個查經法咧，將來能夠傳開。而我將來想開呢個查經班，一方面係查個經文，另一方面咧就係由個經文去發掘神嘅屬性。咁啊嗱，我哋一齊讀一讀彼得前書2:9先嚇。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嗱，呢個經文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嚇。呢個講到咧，我哋被揀選嘅族類，即係好似好多民族啦，譬如以色列呢個民族，好多人就覺得啊，以色列民族就係神所揀選，的而且確係嘅。但喺耶穌基督裏面咧，我哋所有信主嘅人都成為呢個被揀選嘅族類咯，係君尊嘅祭司，因為舊約嘅時候只係亞倫嘅後裔先可以做祭司喎。但係而家我哋成為君尊嘅祭司，君尊嘅意思係 royal、majestic 嘅，係王嘅，有王嘅身份嘅。咁樣嘅祭司將神帶到人，又將人帶到神嗰度。喺舊約只係祭司，即係亞倫嘅後裔先可以做得到，但係今日我哋都可以做得到。點解我哋可以隨時經歷聖靈？喺佢嚟講係難以想像，我哋能夠經歷到聖靈嘅臨在，神咁強烈嘅臨在。以前佢哋進入至聖所先能夠經歷到從神呢種嘅密切關係嘅，係聖潔嘅國度，係離開罪惡，係彰顯神嘅聖潔嘅，係屬於神嘅子民。是屬於神的，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也都不是只是屬於某一個國家的。那我目的是什麼呢？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這個很長的名詞，這個名詞是誰呢？召我們離開黑暗進入奇妙的光明。進入光明呢，是很奇妙的光明。這些就是希臘文那種 的特有 的句子構造，是很複雜的。中國人寫嘢好少咁樣寫法嘅，將佢拆開幾句嘅。但呢度就講到神咧，就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其實講到神啊嘅美德，即係原來我哋侍奉係宣揚神嘅美德，唔係淨係宣揚我哋得到乜嘢。嗱，譬如就算講好簡單講救恩，好多時講救恩就係、是、嗱，你父親信耶穌就得救啦。嗱，呢度只係講我哋點得救，其實唔係講救恩。如果你睇哥林多前書15:1係講到點樣耶穌基督嚟到。按照聖經嘅預言計劃，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咧釘喺十字架上，並且從死裏復活，然後咧彰顯俾咁多人睇，然後咧升天復活，將來會翻嚟。即係整個耶穌為我哋所做，然後我哋今日能夠得救。所以我哋講好多人講救恩，其實講如何得救，唔係講救恩。救恩係講到神做乜嘢，並且包括埋佢對我哋嘅愛啊，佢對我哋嘅接納，佢對我哋嘅關心。呢、这個就係宣揚神嘅美德。就係宣揚神好到不得了，佢好到咧係真係世界上冇人係咁好嘅。當大家深信神咁好咧，我哋就活得好開心。我希望大家都成喺呢個狀態啦。好多人信耶穌又點樣咧？真係會咁嘅。神要我做好多嘢，我又做唔到。神都係唔中意我啦。呢種心態好多人都有嘅。好大壓力啊！我都唔中意讀書，有人同我講。中意睇聖經啊！有冇搞錯啊？我唔中意坐喺度聚會啊，聽到我唔中意聽人講嘢，仲要坐喺度聽到講到，即係佢乜嘢諗到神咧，都係好負面嘅，因為佢唔體會到神嘅美善。我希望大家咧能夠真係體會神嘅美善，就能夠宣揚神嘅美德。嗱，呢個查經法咧就幫我哋發掘神本性嘅美善，佢嘅美善包括恩典同埋聖潔。恩典我哋大部分都接納啦，神嘅愛啦，神嘅照顧啦，神提升我哋啦，加力量俾我哋，俾我哋恩賜啦。神嘅聖潔好多人覺得哇，講起上嚟好嚴厲，其實神嘅聖潔好美麗嘅。大家去到天堂嗰時，我想問下大家地上有冇一啲基督徒有時都對你有啲唔係好大嘅接納嘅？可能大家咧有啲識得有啲基督徒啊，佢唔係好接受聖靈嘅工作，或者咧同你個人關係有啲唔係咁好咧。都唔係好接納，但上到天堂咧，佢會唔會咁啊？都唔想睇佢啦，咁會唔會咁樣？佢唔會喎，佢上到天堂，哇，好開心你喺度啊！咁可能咧，我哋會諗，咦，你冇曬以前嗰啲對我嘅介意啦，已經冇曬啦，點解？哇，見到我咁開心㗎咁？
咁啊，即係甚至佢會同你道歉，你又會向佢道歉。啊，對唔住啊，我以前點樣虧待你，對你唔好啊咁。嗱，去到嗰陣時，真係咧冇曬所有芥蒂，係咪好好啊？嗱，呢個就係天堂嘅美好，聖潔係好好嘅。我想問啊，大家你屋企有冇有時有啲介意啊？有啲猛疹、怒嘈、激氣啊，唔中意啊，係咪會有啊？有嘅時候係咪冇咁好啊？如果你嘅家庭冇曬呢啲芥蒂，全部咧都係好開心。好接納，好有愛心，是不是好好啊？其實聖潔是很漂亮的，跟我一起講一次，聖潔是很漂亮的，神的愛很漂亮，神的聖潔都是很漂亮的，所以我們宣揚神的聖潔的時候，都被人看到神的聖潔是漂亮到不得了，是世上沒有的，是沒有人那麼完美的接納我們的，是不是？所以當我們能夠講出神的聖潔的美好，人都會喜歡的，還有祂的能力啦，嗰種能力係能夠改變任何一個人，好似頭先個弟兄出嚟分享，將佢改變，同埋咧佢嘅智慧係無法測度嘅。好啦，當我哋明白到神各方面之後咧，我哋就會點咧？更加享受神啦。嗱，好多人信耶穌未必享受神喎，反而佢都內疚。哎呀，我祈禱唔夠，我唔好聽話，我有犯罪。嗱，呢啲都係真喎。個問題就係咪我哋繼續喺呢個狀態？聖經講神同我哋講，我哋有罪就悔改，神就好願意赦免我哋。一赦免我哋就多謝神，神赦免曬我啦，接納我啦。好似彼得將要否認耶穌，耶穌唔係話你有冇搞錯？你跟咗我三年，你知我係邊個？你識得講我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又係天上嘅父指示你嘅。你居然會否認我？有冇搞錯？你真係，但耶穌唔係咁講啊。耶穌話：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呢句説話你慢慢答真啲啦，係好大嘅接納嘅。當彼得正要否認耶穌，佢又話：我已經一早知道你要否認噶啦，不過我要為你祈禱，我為你祈禱保守你嘅心，等你唔好跌倒，咁咧唔好失去信心。然後咧仲提升埋佢，將來咧你回頭之後你就堅固你嘅弟兄。所以由呢個經文，我哋睇到耶穌嘅無限嘅接納，佢嘅接納係世上冇嘅，因為我哋太多人喺世上係太多指責，甚至夫妻都好多指責嘅喎。你又冇做啊，壞咗你叫你做又唔做啊，又遲到啊，哎呀，你都唔關心我嘅嗱，呢啲説話都好多嗱，佢又真係咁樣喎。不過聲得多咧，就覺得，佢都係有啲唔中意我嘅啦，好多地方唔接納我，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人與人之間係有好多呢啲唔接納，我哋真係好難好似神咁接納嘅，係咪啊？神咁嗱，但係好多人諗神就唔係喎，神啊，你啲要求太高，我去唔到個位啊，即係成日都會咁樣諗。但其實雖然好高，但我一悔改，我只要稍為努力，所以耶穌講呢句説話好特別嘅，就係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你不能不得賞賜。就係神話，你幾少做嘅嘢，只要你嘅心係正。是為了我，為了榮耀神，為了祝福人，我就會接納一杯涼水，我都接納。所以神是很容易討喜的，討佢喜悅的。我們只要真心悔改信靠主，神就很歡喜。我真心聽話很歡喜。當我們明白神這種無限的接納，我們就會很輕鬆，每天都開心心。原來神這麼接納我的，我一做什麼神就歡喜的。我希望大家都開始這樣做法，這樣你就可以享受神。享受神不是只是在敬拜的時候的，因為點解我點解咁講？因為人就會咁嘅，敬拜完咗嘅咧，俾人鬧一鬧咧，又唉，我又衰咗啦，又即係總之咧，平日生活就會走曬嗰啲垃圾出嚟嘅。我哋就要喺平日將呢啲垃圾清理，完全就話我做錯唔緊要，我只要悔改。嗱，我唔悔改就緊要啊！我一悔改，神就赦免，神就改變我，我就可以輕鬆啦，係咪啊？嗱，呢個輕呢個。發揚神屬性查經法是有初級的進入，初級之後進入啊，神愛我們，接納我們，關心我們，這個初級。高級是怎樣呢？真的每天都說啊，神真的這麼接納我，我還用擔心，還用內疚，還用不開心，真的每天都可以接納自己。我都告訴大家，沒有人是100%應用到這件事的，如果應用到真的好像天堂一樣的，你想不想這樣啊？真係100%享受神咧，係唔容易達到。但係當你逐漸接近啊，
嘅時候，你就會個人咧越嚟鬆啦，所以能夠享受神同埋從神得力喎，同埋你都能夠有力去遵從神。好似呢個圖，呢三幅圖睇聖經會享受，有啲人睇聖經好悶啊咁喎，但係成日聖經好豐富嘅。咁我希望今日信息俾大家中意聖經多啲，同埋享受神自己，亦都有一日咧會得到神嘅賞賜嘅。好啦，嗱呢個經文咧，馬太九章廿二節就係有十二年血流嘅婦人，佢摸耶穌，耶穌話邊個摸我，佢又唔敢出聲喎。然後耶穌話總有人摸我，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嚟。最後咧，佢就承認係啦，係我啦。佢好驚喎，死啦！佢驚住，哇！耶穌會話我你係不潔淨嘅婦人，呢啲你唔止掂我，你掂曬所有嘅成呢班人啊！你喺度走嚟我後面嘅時候，一路掂曬咁多人，令到個個都唔潔淨。佢可能好驚，耶穌就指責佢，但係耶穌同佢講嘅説話係好特別嘅。馬太九章廿二節，一齊讀下。耶穌轉過來看見他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女人就痊癒了。嗱，这个經文咧，嗱，我雖然我打咗好多字出嚟，但你聽我講就得噶啦。但你其實咧，YouTube 又Facebook 又直接有嘅，你翻去可以再睇翻嘅嗰個內容，你都係睇翻曬呢啲字。咁我去思想，其實呢個女人嘅情緒係點咧？當時。其實第一佢病到佢成個人咧，即係啲錢都用曬，係好自卑嘅，冇乜前途嘅，即係佢嘅生命可能都好多好多嘅問題，因為佢實在太多病啦，所以佢個人咧好唔開心。同埋當時嚟講，耶穌問邊個摸我？哇！你諗下，好似有個賊佬偷嘢，邊個攞嘢？哇！個賊佬仲喺度嗰陣時，佢震啦，係咪？哇！佢即刻死啦！耶穌話邊個摸佢係我摸佢，佢個心情係會點樣咧？但係耶穌嘅心態點樣咧？耶穌完全唔係去話佢你有冇搞錯，完全唔係去踩低佢。第一個説話女兒，佢都跳一跳啊！哇，點解叫我做女兒咧？嗱，呢個女人其實唔細㗎，因為佢患咗十二年血流病，即係佢可能咧都大過耶穌都未定喎。如果佢即係患血流嘅時候，睇幾多歲開始患呢個血流病？呢個其實佢唔做得耶穌嘅女嘅，就算耶穌生仔啊嘛，佢做唔到耶穌嘅女喎。但耶穌話女兒，就係話耶穌係有親情。嗱呢樣嘢係我哋可以進入嘅。點樣叫進入呢？好多人聽到啊，耶穌叫我做仔啊女啊，咁啊係，咁啊就即係思想層面。但係當我進入感情嘅層面，耶穌望住我啦。即係你好似望住仔同個女，大家有會有時睇到有啲屋企人咧，即係有啲人長大嘅時候唔係咁多父母，即係父母唔係咁多愛佢。但有時你見到有啲媽咪抱住個仔女，哇點樣錫佢啊？點樣同佢講嘢安慰佢啊？可能有啲人都好羨慕，哇點解佢對佢咁好咧？我如果我媽咪係咁好就好啦。以前佢又打我，咁樣鬧我，佢呢個真係好啦，即係我哋會咁樣羨慕。佢真係會有一種感覺。嗱，我睇到嘅喺街，我周時都會睇嘅。我見過有個人同個爸爸講：爸爸，我想食雪糕。嗰個爸爸的動作係咩咧？咁佢即刻咩咧？唔敢出聲，佢係準備一巴刮落去。但我亦都見過有啲媽咪爸爸點樣氹個仔女，點樣安慰個仔女。真係咧，我睇完。其中一個咧，我好深刻印象嗰陣時喺元朗，我等巴士，我見到一個人攞住個袋出嚟坐喺個地下，我以為嗰啲乞衣咧咪攞個袋咪攞女人紙出嚟貼喺地下啦，佢唔係喎，佢攞張紙出嚟貼喺縫牆，嗰張紙寫咩咧？女兒乜乜名，我已經饒恕你，請你翻嚟啦，我哋等緊你，愛你個爸爸，大約係咁嘅字眼。哇！我嗰時一睇到真係好感動，我亦都感受呢個爸爸嘅心情。嗰個女離開咗，佢好傷心，佢就會唔計較佢所有做過嘢，佢就會寫呢個信息。咁呢個我哋睇到呢個爸爸嘅心情啊，即係我希望大家睇到任何人嘅動作，都睇到佢背後嘅心情。咁呢個爸爸咧，佢心情係咁樣。耶穌講呢句説話女兒嘅時候，其實佢係做錯嘢嘅時候，但耶穌話女兒，即係話俾佢聽，我就係接納你咁嘅程度，你係即係同佢有親情啊！
耶穌咪就係同佢講嘅，同我哋個個講。有啲人話唔係啦，我好多罪啊，唔會嘅。但我希望大家日日都同自己講，耶穌而家叫緊我做仔，叫我做女嘅。耶穌好中意我噶，同我有親情噶，會掛住噶啦。中國人好着重親情，好多書籤都講到懷念啊、紀念啊，亦都中國人嘅家庭觀念咧係比較強嘅。咁我哋就會更加明白神嗰種親情，就係佢日日想住我哋噶。婦人焉能忘記佢吃奶嬰孩連説佢所生嘅兒子？只要有忘記，我都會忘記你。神係日日掛住我哋。當我哋知道神日日掛住我哋嘅時候，嗰種親情嘅時候，我哋就會好放心。神錫緊我噶，佢中意我噶。人哋點鬧我唔緊要，因為神會補翻俾我噶。神會補償翻俾我，神會祝福翻我。大家可唔可以咁樣樣？大家一齊去宣告啊！神成日諗住我噶，神同我有深嘅親情。神同我有深嘅，神好錫我噶，我唔使擔心噶，人做乜嘢都好唔緊要噶，神會補償翻俾我噶，補償翻俾我。嗱，我想講，你講一講咧，未必入心噶，你係需要講好多次，你翻屋企一路日日相信，深信，咁你深信到程度啦，啊，真係好，哎呀，神真係愛緊我，多謝天父啊，耶穌真係好錫我。嗱，你去到呢個位咧。你個人咧就咩事發生都唔緊要嘅，仲有你好得力。我當我領受呢個教導嘅時候，我真係神啊，多謝你，你俾我呢個教導，我好想去傳開，我好想訓練更多人。點解我要訓練呢？就係要操練嘅，要操練先能夠識得咁樣去解釋俾人聽，唔係淨係講簡單咁講，係深層嘅解釋，能夠有感情嘅解釋。好似我啱先聽嗰解釋嘅時候，你聽到就會有種感覺啊！咁我希望大家都學習操練點樣去分享，去講出神嘅心情。佢咧，即係佢當耶穌咁嘅時候，對我哋嘅回應，即係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我哋嘅回應，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啊，原來神咁好，我攞到神嘅恩典原來咁少嘅，原來我哋係好似孤兒咁，其實我唔係孤兒嚟嘅。好多基督徒係好似孤兒咁樣嘅喎，咁所以由呢句説話，我希望大家練咗呢個金句：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嗱，你的信救了你又好特別嘅喎。嗱，放心就係耶穌關心佢嘅感覺，佢知道佢擔心，放心啦。你都聖經你睇到唔好懼怕，聖經有講到耶穌話你唔好驚，都係耶穌關心我哋嘅感覺。耶穌神咧醫好傷心嘅人，安慰一切悲哀嘅人，都係話神咧關心人嘅感覺嘅。所以呢個我哋睇到神係關心我嘅感覺，你嘅信救了你嗱呢句説話好重要嘅，點解咧？因為好多時人就覺得我要做得夠好夠好夠好，咁咧就會幫到我自己啦。但呢度話你嘅信係乜嘢咧？神啊，我做唔到，你幫我啦！我知道你做到，求你赦免我，求你幫我啦！咁就係信咯，即係白白攞翻嚟嘅，即係好似有個人話：你信任我擺咗100萬喺呢個銀行啊？多數人家話唔信啦，唔會嘅，點會可能呢？譬如真係有一個人，佢真係將一啲佢嘅有嘅錢分俾你，我擺100萬落你嗰度，可能你唔係好信㗎。當你一發現嗰時先信啦，睇到先信啦嚇。哇！真係佢真係俾100萬喎。其實神俾我哋唔止100萬，可唔可以我哋一早信定？原來神俾我咁多恩典，於是我哋日日都開開心心。日日都話我係蒙福嘅人，我有好多恩典，但係太多基督徒係唔係活在呢種嘅狀況之下？咁呢個我即係將佢簡單將呢個發現神屬性喺呢度講出嚟，就是、耶穌知道同接納呢個女人嘅內疚，佢知道佢內疚，所以佢話你放心啦。耶穌回佢感覺，佢唔定佢嘅罪。耶穌想同我哋有親情嘅，耶穌想我哋唔係淨係好似局外人咁啊！好多人同神咧係局外人啊！所以好多人中意揾報道家，其實神已經喺度，點解唔揾神呢？即係好多人就會咁話，個報道家邊個出嚟祈禱？哇，衝出嚟咁啊，好嘅，呢個我唔係話錯。不過當我揾耶穌嘅時候，會唔會咁樣衝出嚟揾耶穌？硬係覺得耶穌唔會俾嘅，啊報道家就會俾啦，一個人會俾。咁呢個咧就係其實神同我哋有親情，所以我哋深信。其中一個我嘅訓練就係我哋點樣隨時可以有聖靈嘅充滿，唔係一定有人幫助，有人幫助係好嘅。同埋耶穌是安慰和醫治的，你的心有沒有需要醫治、安慰呢？
佢心裏面有傷害咧，你有傷害咧，個人就成日都冇醫好喎。當我哋深信神嘅愛，呢個係最好嘅醫治。有啲人咧就好想有人同佢按手，按完手咧就會安慰醫治啦咁，係會嘅。不過一間又走翻轉頭啦。點解咧？因為佢心始終不肯受安慰，佢心裏面冇深信神嘅愛。但係當你日日深信神嘅愛，你自己會得安慰，自己會得醫治。信唔係我哋夠好，信神就會祝福我哋。嗱，當然信我哋就會聽話。但我哋真信嘅時候，神真係俾我嘅，神真係睇重我嘅。好啦，綠色嗰度係回應咯，咁我哋可以親下耶穌啊。所以大家留意我祈禱同埋我領敬拜都係咁啊。耶穌多謝你，我好中意你，哈利路亞。即係耶穌，我會中意用呢種嘅字眼。哦，我主啊，我捉實挨住你，因為我就係中意同神有呢種嘅關係。我祈禱嗰時候都係咁嘅，我唔係喺度用説話嘅，我個心靈。他的喜樂就會湧流，同埋可以放低啲內疚嘅包袱咯，同埋放心信靠神無限嘅恩典，佢嘅恩典係多到不得了，無限量嘅，所以我完全可以放心。嗱，你睇一節經文可以睇到咁多樣嘢，我希望大家哇，全本聖經咁樣查到幾多樣嘢。嗱，我今日查少少啫嚇。好啦，當我哋有呢個發現神屬性查經法熟習嘅時候，有咩幫助呢？能夠高度認識神嘅奇妙。这个高度是可以无可限量，事实上我们认识的，我们个人都不够，我都不够的。我希望认识更多，我希望今世认识更多，早点讲多点给人听，等人听到的时候能够入心，就会帮我更加信靠他了。还有时时信和宣告神的恩典，让我们天天都相信神爱着我，我一路宣告，那么越来越喜乐和得力。这个图就是说，第一个图就是他有无限的恩典给我们的。就好似個彼得喺水嗰時，佢乜叫耶穌，耶穌就掹住佢。咁我哋就日日都開開心心啦。好啦，我哋又睇另一個經文，路加福音十二章六節到七節啊。啊，呢個係可能唔係好認得啊，咁你睇下會認得噶啦，可能。因為數頭髮啦，嗰度講啊，所以我揾我自己啲多頭髮嗰陣時啊，一齊讀啊。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嗎？但在神面前一個也不忘記，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嗱，呢個經文好多人睇過噶，不過睇完一樣擔心憂慮，因為覺得麻雀還麻雀，我還我咁啊，咁咧好似冇乜拉更咁啊。咁我想今日我哋留心睇下呢個經文。大家有時行過啲街啊，發現咚一聲一扎麻雀咁飛嘅。有時咧，有時多，有時少啦。不過點樣都咧，啲麻雀咧唔會一隻兩隻嘅，點樣都起碼都五隻，有時十隻、二十隻咁樣成扎咁飛嘅。咁啊，咁多麻雀，點解係咪神得閒過頭咧？呢個講到一隻都唔忘記喎。哇！咁我好多正經少做咁啊，啲麻雀都唔忘記喎，咁隻隻記住喎。叫我哋記都好難記啦，係咪啊？但神隻隻都記得，神有呢個能力，佢又願意用啲時間喺呢啲事上喎。呢個係好特別嘅。點解要記麻雀咧？即係話神因為愛啊，佢麻雀都愛嘅。佢唔係淨愛人，佢愛麻雀嘅。喺羅馬書第八章講到咧，受造之物一齊嘆息勞苦，等候咧能夠咧。釋放脫離呢個敗壞嘅核制，能夠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嗱，有啲人以為即係將來啲動物冇曬，其實呢度話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即係我哋將來有個榮耀，呢個好自由嘅榮耀咧，萬物同我哋享受。不過到底有幾多種生物我唔知道，同埋有幾多隻我唔知道。總之咧，將來新天新地係有動物同我哋一齊享受，神都愛佢哋㗎。嗱，有啲人上過天堂咧，佢都講喎，佢啲花咧會讚美神喎，唱詩讚美神，佢聽到佢哋喺度讚美神喎，啲草都係喎，佢去到天堂嗰度樣樣嘢都好好嘅。咁呢個就係神，就係原來佢嘅愛唔係淨係俾人，佢都俾所有嘅生物。佢會咁多麻雀，咁如果神愛麻雀，唔會淨係麻雀噶嘛，麻鷹都愛噶嘛，同埋好多白鴿啊。所有的雀仔多種類多到不得了，咁啊愛雀仔唔係就係愛雀仔啊嘛，動物都愛啊嘛，即係所有的動物都愛，不咁多咁多點樣愛咧？我哋就冇想象，但係神就有呢個能力，
即是说呢，神告诉我们，麻雀这么卑贱，我都爱，何况是你呢？我隻隻都记得，何况是你呢？所以这里看到神的什么属性呢？他关心每一个生物，每一个人，是高程度的关心，并且是记得，他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那些雀仔，他会记住每一只雀仔。哇，神啊，你真的很忙啊，这样记。但神就是这样，神告诉我们，我们圣经说了，那我们就相信。头发怎么数呢？其实我现在头发没少，不过它只变成毛仔而已，这些现在就长了，现在我都，我如果我留它都会生了毛仔出来的，不过呢就即是不同以前那样那么粗的头发。那时候我的头发很厚厚啊，因为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呢每次洗完头呢，那些头发呢松出来很厚的，所以次次飞发呢要剪薄的。其實後來因為我去了外國那裡，那些水不好，就在那裡那幾年就不准聲甩頭髮，又後來都逐漸甩。如果不是這個緣故，可能我今天都還有很多頭髮剩的。不過神啊，為什麼你會得閒過頭呢？什麼頭髮都數嗎？數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價值呢？我們可能覺得沒什麼意義，沒什麼價值，但是神來說，所有關於我們的事祂都關心。大家可不可以這樣想？所有關於我們的事祂都關心。但是有些人说不是呢，你有没有多惨呢？神都不帮我的。很多人就会这样觉得，我惨即是神不爱我。其实这个惨不是因为神不爱我，是因为人类犯罪。所以神跟亚当夏娃说，你耕种的地要长，为你长出荆棘蒺藜。因为人类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就败坏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必定有很多很多各样的问题。但是神是可以提升我们，帮助我们，以致在问题之中我们可以得力。这个就是基督徒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不代表神爱我们，我们有困难只是更加蒙住耶稣，在蒙住耶稣过程更加得力。这个就是基督徒有的特色，就是我们可以亲近神得力，在几困难的时候被人闹完可以得释放，可以得着力量。就是神能够关心我们每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有困难不要说神不爱我们，而我们深信神常都关心我们。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你侍奉的困难，你家人的困难，只要我们亲近神，每一件事其实所有令到你的心啰啰挛，任何一样东西发生，刚刚被人话完个心不舒服，这样东西需要处理。怎样处理呢？可能我们就需要对这个人更加善待他，他有什么要求我们盡量去做，令到他覺得舒服。咁你善待他的時候，那個關係改善，慢慢呢可以醫好這個關係。有時就是有困難的時候呢，就提醒我們是需要醫治的。咁這個就是神會關心我們每一件事，他都會提醒我們，以致我們會在這件事上去處理。處理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被提升了，就可以在這個關係上提升。神就是這些困難是一個警號鐘，困難是一個警號鐘，一起說困難是一個警號鐘，是我們告訴我們我們需要依靠神，我們需要依靠神，親近神處理生命，親近神和處理生命。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用正面看任何困難，困難是提醒我需要處理。原來神呢數我們頭髮就是關心我們。好了，即是當我們看到這些的時候，對於我們來說呢，原來神關心我們到這個程度。所以這個經文我們應用的時候，我們就算有一天踢，大家有沒有有時走路一踢，或者在家裡轉彎一踢，踢到個床邊很痛的，有沒有試過啊？有時有些很小的事，哇，拿些紙可以戒出手的，這些事神都知道的。你就說神現在關心緊我，那我們可以得到安慰。什麼事發生，你被人罵完，被人拒絕，我們都說神現在關心緊我。咁咧，我哋有咩即系睇到咩嘢咧？就係神關心每一種動物，即係神嗰種關心係無微不至，佢係全備嘅關心，任何人、任何事情、所有嘅小事，而我哋自己本身有任何嘅嘢，佢都關心嘅。咁所以咧，我哋又深信我哋嘅回應啦，深信神好關心啲生物，深信神更加關心我啦。我哋比麻雀貴重好多啊！即係神會關心麻雀，關心我哋更加多，所以我係寶貴，神一定幫我嘅。我哋睇下呢個圖，睇唔睇到係咩嚟㗎？呢個雀仔你多到幾多？幾緊要啊？呢啲雀仔，呢
呢啲 flamingo 啊，呢啲啊叫做咩話 ？flamingo 中文。紅河，紅河，紅河。嗱呢啲人啊，其實呢啲人嘅數目喺呢度好少嘅咋，任何嘅城市都唔知道你都可以堆埋幾多呢啲人，而咧全世界加埋都唔知道多到幾多，但係神逐個逐個都記得。神真係好特別，佢嘅呢個屬性就係佢紀念每一個生物同埋人。咁我哋就話，同埋我任何嘅事，無論我頭髮又好，我嘅錢又好，我嘅健康又好，神都紀念，所以神會搞掂。所以我只係做好我本分，我就係信靠神、親近神。我起開心咧，個人就健康啲喎。有啲人話：如果神咁關心我，點解咁多病呢？通常我哋發覺有病嘅人，多病嘅人咧，係佢擔心得多。不開心得多，猛掙緊張得多。如果我哋信靠神，早啲信靠神咧，你個人都會鬆啲，就會健康啲嘅。咁咧，神亦都能夠照顧更多嘅。好啦，嗱，呢個下一個經文啊，《哥林多前書》2:9一齊讀啊。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事，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嗱，呢個經文咧，其實好特別嘅。呢、这個經文咧講俾我哋聽，神嘅想像力係好大嘅。點樣大法呢？係你諗都諗唔到嘅，係你想都想唔到嘅，你眼睛都冇睇過嘅。神會做更大嘅事。不過喺咩人做更大嘅事呢？係越聽話越親近佢嘅人越做大嘅事，越係唔聽話咧，佢就越睇唔到神嘅榮耀。咁有啲人話我生命真係好多問題，即係有啲人都同我講，佢話我真係一樣都唔掂嘅。我又不開心啦，我侍奉又不好啦，我又冇力啦，我又冇果效啦，經濟又不好啦，又冇朋友啦。有啲基督徒係咁喎，我識有啲基督徒係咁噶，冇朋友噶。因為點解咧？佢一同人講嘢就訴苦水噶咯。哎呀，邊個對我咩冇啊？哎呀，啱講得好詳細，好詳細。哇，講到嗰個人都怕咗，都唔知講到幾時噶。點解咧？佢個裡面滿曬苦水啊！咁嘅時候，佢自然睇唔到神各樣嘅豐盛恩典。但是如果你去親近神，你多啲去親近神，俾神嘅愛醫你咧，你個人就會鬆好多，你個人就會健康好多。你有更加愛神咧，神一定你先求神嘅國同佢義，呢一切就加俾你，你就會睇到神為你預備係眼睛未曾睇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過嘅。我自己一個家庭係好貧窮，同埋咧係好多指責嘅家庭長大。但當我信了主之後，我真的很感激神，真的有神。在我當時來說，我以為沒有神的，那就沒有神。我未信耶穌之前，沒有神做人只是幾十年，跟著就離世了，做人都沒什麼意思，不如現在享受現在，就是我的心態。但當我聽到有神，是不是真的有神有證據的？那我真的研究，真的有證據，哇，真的有的。我就一起身，哇，神是真的，神是好，是真的的，真的會救我們的，會幫我們的。咁我成個人就改變，我就講俾好多人聽關於耶穌，我就好真心咁樣跟從神。我一初信我已經跟住咧，我有入息，我就已經開始十一奉獻。我亦都試過有一次我去嗰陣時，我去托汽水嗱，我講呢啲人完全唔係誇謠，我只係話我哋俾神改變，神就祝福嘅。咁我就去托汽水，因為暑假嗰時托汽水。咁有一兩個禮拜我就冇翻工啊，冇翻工咧，佢哋又整錯了又一樣俾張支票我，跟住咧我睇緊支票睇緊計嘅時間，嗰陣時我冇翻工，我就攞翻俾佢，我話咧嗰陣時我冇翻工噶，咁咧係你搞錯咗，咁我因為信耶穌想我俾翻你咁，咁我就同佢講耶穌好真噶咁樣，咁所以我會咁樣回應，即係神就俾我啲感動，就係話唔好貪人哋唔要，即係啲唔屬於你嘅唔好貪。譬如有時咧，大家如果你泊車，你會知噶。你泊車咧，你話你同嗰個餐廳講，喂，我要泊車，佢會俾張單你咧，係可以足夠泊車嘅。但我話俾你，我唔要，我要翻我張嘅啫。點解咧？我唔想，因為耶穌曾經講嘅説話，如果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哪裏出來。所以我唔想係咁樣，我唔想任何我欠任何嘅錢係我應該要俾嘅，我就唔即係總之我應該俾嘅錢我就俾啲錢。咁呢個咧就係神感動我。咁神就祝福我，喺我信咗主冇幾耐，神就預備為我預備有機會去外國讀書，係我完全冇呢個經濟，係神為我預備，讓我學到好多嘢，係我從來都冇諗到會學到咁多嘢，見識好多嘅嘢。
呢一個係神為我預備，神亦都為我預備一個非常好嘅太太，佢係神嘅恩典。呢一切我一路數嘅時候，神啊，多謝你，多謝你，我日都多謝神，多謝天父，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好多時我太太對我好，我就多謝天，多謝你，多謝你。跟住我就話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即係我心裏面總係話，我知道俾呢啲恩典我嘅係神，咩嘢我都會諗到神。我睇到弟兄姊妹對我好，對我嘅支持，我又多謝天父，佢哋對我好，多謝天父，神俾我嘅好嘅教導。我希望大家成日都會咁樣深深深信神嘅愛，將呢個深深放喺心裏面。當你愛神，神就知道啊！呢個經文我哋睇到神咩屬性咧，佢知道邊個愛佢，佢知，佢唔會唔知嘅，佢會記得，佢會記得曬每一個人，你有幾真心愛佢。其實我哋做得夠唔夠好唔係最緊要。你話我上次傳福音嗰人唔信唔緊要，只要你真心想佢得救，你真心想傳，你下一次點樣追求更加好，可以操練。喺我哋嘅操練課程咧，亦都會操練呢啲嘅點樣改善。當你去學習改善的時候，我真的愛神，所以我這樣做。這樣的時候呢，神就為你預備超乎你所想所求。所以我這裡看到神的屬性是什麼，祂很有記憶力，祂都記得所有好的事，所有人做好的事，所有我們為祂做的，我們的心神都記得。而當神記得的時候，不是只是記得的，祂一定會賞賜。賞賜不是只是將來的，是現在的，為你預備的是現在預備的。你當你見到你的生命很多破口的時候，你現在聽神的話，神就為你預備。我希望大家哇，聽完神真的這麼好，會不會覺得真的好啊？我希望大家看到原來聖經這麼豐富，原來聖經是這麼豐富的。所以我很喜歡講聖經，你見到我一定會講聖經。我發覺有時有些報道家咧，佢講聖經咧係好少，並且佢唔好解釋經文嘅意思。原來解釋經文嘅意思裏面係好豐富嘅。當我哋去發掘，首先神嘅屬性、神嘅美善、神嘅美好、神嘅恩典，然後我哋都發掘人應該點做，但人冇做到後果，然後我哋應該點樣做、點樣做法。咁嘅時候，你整個經文去發掘咧，你會發覺係非常之豐富嘅。嗱，正先我哋講幾個經文。咁我講翻應用啊，第一個經文講到呢個女人嘅應用係咩咧？好多人咧唔係好似即係唔能夠好簡單咁樣接受愛嘅。當耶穌同佢講女兒放心，嗱可能咧好多人就會話佢邊度係當個女啊？佢做俾人睇嘅啫。嗱，有啲人會咁話，佢做俾人睇嘅啫。嗱，呢個係應用啦。原來好多經文聖經話咗，好多人唔會應用嘅。佢做俾人睇嘅啫，等人知道佢愛人，其實佢唔係咁愛。嗱，人會咁樣嘅藉口，或者話耶穌唔知曬我啲衰嘢啫，佢知道我衰嘢，佢就唔會咁愛我嘅。但係我哋話耶穌知道佢啲衰嘢，但係都依然愛佢。我哋就真係咧將呢個經文應用喺我哋生命裏面。乜我哋有乜地方？點解我哋接受唔到神嘅愛？喺呢度冇錯。為什麼我接受不到神的愛？我們找出的原因，這個就是一個破口。經文我們可以找第一神的屬性、神的恩典和律法，也都看到人應該做什麼，不過人沒有做什麼。第一個經文就是人沒有做什麼，很多時候沒有相信，也都沒有放心，神做事不放心。但是我講到信心的定義是神做事我放心。我想問你，你周圍的人做事，你有沒有一個是你放心的？有沒有啊？即某程度都放心的。 你爸爸媽媽煮飯你吃，或者你家人煮飯你吃，也有得吃的，是不是？那你放不放心啊？都放心啊，是不是？即放心到某程度。那有些人你不太放心，為什麼你叫他做的，他忘記了，有些人會這樣。但有些人真的很盡責的。那 我想問大家，神是不是盡責的？我們有沒有看到神盡責？那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放心啊？很多人就是沒有放心的。那我們即應用回剛才所說的經文，譬如麻雀，我們會不會說神真的知道我的需要，神一定會幫我的，我先求神的國和祂義，這一切加給我們。事實上很多基督徒是經常擔心，對於錢和前路的擔心是很多人的擔心。那另一種擔心是什麼？哎呀，我幾時可以結婚啊？幾時嫁得出啊？幾時有人娶我？幾時咧我揾到個好女仔啊？哎呀，
我想話咧，神預備嘅婚姻係最好嘅。不過神如果預備單身咧，都係好好。你可唔可以相信呢樣嘢咧？有啲人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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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要唔要單身，唔要唔要。咁啊，事實上好多人真係單身噶嘛，唔死得噶。保羅都話嗰啲單身嗰啲啊，冇結婚嗰啲啊，佢嘅兒女比嗰啲結婚嗰啲更多，係可以噶，唔係一定。即係我哋嘅價值觀唔好用咗世界嘅價值觀啊！用咗世界嘅價值觀就話神冇為我預備，神咧唔記得咗我，冇掛念我。但係咧，神係掛念，無論係點樣樣，我哋都話多謝神。神你嘅預備係最好嘅。咁而喺呢個經文就係神啊，原來我點樣服侍你，我關心人，神就記得喎。而我冇關心人，神都記得。嗱，我點樣？有時傷害人，我試過做很多婚姻輔導，亦都有時示範婚姻輔導。咁試過有一次咧，就有對夫婦佢又願意喎。嗱，好多時我都問邊個願意出嚟試下輔導咁啊 ？OK， 咁咧就喺個過程中咧，咁我就同佢哋處理一啲嘢啦。咁啊，叫佢哋互相溝通啦。咁啊講嗰啲嘢嘅時候咧，咁啊佢哋講出個丈夫講到佢遲到嘅問題，跟住講遲到問題咧，跟住佢就話咩咧？都係咧，有時咧，我太太咧出門之前都要游灰水啦咁。咁我就話啦，我話你就先話你太太游灰水嘅意思係乜嘢啊？咁啊，咁佢又冇出聲喎，係咪即係化妝啊？咁啊，我話係係係。咁我話你估你話游灰水，你估你太太中唔中意啊？嗱，咁啊，佢話係我都係唔中意嘅，即係佢冇留意到，原來佢講呢句説話咧係可以令到太太唔開心嘅。原來有時我哋愛神咧，都係喺我哋表達我哋愛人，我哋愛我哋睇得見嘅人，先能夠愛睇唔到嘅神啊，係咪？當對一個人，即係有時一句説話得過去，邊個做到啊？你邊有用啊？你唔記得嘅你，我好多時輔導都係咁啊！嗱，你翻去試咁做，跟住其中一個就話佢唔記得做嘅，佢唔肯做嘅，咁即刻已經講話唔肯嘅，即刻已經話俾個人聽唔肯，咁、那個人就覺得佢實成日都話我，所以我咪。咪氣餒啦，做唔到啦咁。嗱，呢個原來就係我哋好多時我哋冇愛神嘅表現啊，就係由一啲日常生活無意中個口就彈咗句説話出嚟。大家有冇試過啊？個口彈一啲説話唔應該講嘅説話。如果我哋愛神咧，我哋就留意啦。我哋講每一句説話都令人舒服嘅，多謝你欣賞你，你真係做得好啦。咁嘅時候係咪會更加好啊？我希望大家都係成日都話神啊，我願意愛你。即係話我喺個經文裏面，我發掘幾樣嘢咧。神嘅恩典、神嘅本性、神嘅聖潔，同埋咧，我哋都睇到人應該做乜，同埋人冇做乜。咁嘅時候，我就會盡力去做啦。我哋有冇真係愛神咧？而真係愛神，神好歡喜嘅，所以我會爭取機會愛神，去祝福人。點解我嚟到呢度，我會 offer 去有訓練咧？我可以其實我可以半退休狀態喎。日日淨係玩下瞓下咁都得嘅喎，我嚟到呢都係義務侍奉喎，咁點解要做咧？咁咪不如唔好做啦咁。但係我就係覺得我有機會祝福人，我就去做。我越係有機會無條件去做，神越係喜悅。我亦都唔係成日諗住嗱，我做完咧神就俾翻我，又冇咁諗嘅。根本我就係想，我見到人我就想祝福。嗱，當大家有呢種心咧，你就愛神啦。你可唔可以咁啊？你望下周圍嘅。我學下愛你啊！我真係想學下愛你，我真係想學下欣賞你，我學下多謝你，支持你，講啲好説話。大家同隔離嗰個講句好説話好嘛？講句好説話令佢舒服嘅，令佢開心嘅，令佢中意嘅。嗱，你翻去咧就同你。丈夫太太同你屋企人講咯喎，嗱呢個咧就係愛神愛人，神係愛佢嘅人所預備噶。當你咁愛佢咧，唔係好難嘅啫喎，一杯涼水神都會記念。當我哋日日都去講一啲鼓勵嘅説話、欣賞嘅説話、支持嘅説話，亦都幫助佢嘅靈命，神就歡喜嘅咯。係咪好難啊？我想問下大家。不過大家冇呢個經驗去坐地或者在太陽烈日之下要做一些事有冇試過啊？辛唔辛苦啊？
辛苦。我想問下大家，當我哋對人講好説話係辛苦啲啊，抑或坐地辛苦啲啊？坐地辛苦啲喎。其實對人講好説話係好容易嘅喎，係我哋肯唔肯講嘅啫喎，係咪啊？所以我哋肯講嘅時候咧，神就歡喜啦。同埋都應用聖經啦，其中一樣嘢信心好緊要。神跟我说，仔啊女啊放心，我就相信现在耶稣跟我说，耶稣现在跟我说，仔啊女啊放心啦，不用担心，我接纳你的，你信就可以了。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是松很多啊？我又信神会照顾麻雀，会照顾我，还有我做什么神都记得，神就会永远赏赐，这样是不是日日可以更加开心啊？信心都是神欢喜的。你有没有发觉耶稣称赞两个有信心的人？在耶稣的侍奉，你看到他称赞两个特别有信心的人，一个就是那个迦南的妇人，另一个就是一个百夫长。耶稣会称赞他们，耶稣也都称赞有一个妇人跟他高他，说到说无论去到哪里传福音都要宣扬这个人他的爱，他爱主的心。我们看到神原来很欣赏人的信心，同埋人對神嘅愛心，同埋對人嘅愛心，我希望大家都係咁話：我愛神，神就歡喜啦！一齊宣告啊！我愛神，神就好開心噶啦，神就笑曬噶啦，神就會賞賜我、祝福我，係咪咁樣做基督徒容易好多啊？冇壓力係咪啊？求主幫助我，一齊禱告，嚟到神面前，神啊，你幫助我哋，主耶穌幫助我哋。釋放我們的靈，我們可能裡面很多的內疚，很多的壓力，很多的擔心，很多的不開心，心裡面都壓住，覺得自己不夠好。但是神說放心，仔啊女啊放心，神就是充滿接納，神是充滿饒恕和愛，祂的愛是人没想到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慈爱敬畏他人，都怎样的大。神啊，你的慈爱是永无穷尽，求你帮我们明白你的爱的长阔高深，超越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就每一个人能够从圣经发掘神对我们的大爱，从圣经发掘神的美善，祂的聖潔。主啊，我們願意活在祢的愛中。哦，耶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讚美耶穌，我心愛祢，哈利路亞，讚美耶穌，我心愛祢，耶穌愛我，耶穌愛我，耶穌愛我，耶穌，耶穌，耶穌在我身旁，耶穌在我心中，耶穌，耶穌，耶穌在擁抱我。大家可唔可以相信耶穌在擁抱緊你？耶穌，耶穌，耶穌在我身旁，耶穌在我心中。耶穌，耶穌，耶穌在擁抱我。主啊，我們都是蒙福的人，因為你的慈愛是永無窮盡，你的裡面就是充滿愛和聖潔和光明、智慧、能力。神啊，當我們越發掘你的時候，我們就越讚歎你的美善，我们从任何一样东西都看到你的美善，求你帮我们真心喜悦你，胜过喜悦金银，胜过喜悦就算最好的人，
神的美善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爱中，享受神的爱，处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破坏，让我们不是经常都需要释放，让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就很快得释放，我们就很快松散，因为有神的爱，我们就不再担心，不再忧虑，不再惧怕，邪灵都找不到破口攻击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也都去爱神爱人，当我们真心爱你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有谁说你说神啊你帮我吧，我需要这种的享受神的心态，我需要享受神，你可不可以站起来向神举手，神啊我需要你帮我享受你，我需要你帮我享受你。Oh, yes, oh, yes, oh, yes, oh, 你呼求啊 yes, oh, 你一定爱我啦。我呼求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这样，是呼求神会做的，不是只呼求我想要什么，神你一定爱我的，神一定爱我的，神一定爱我的，神一定祝福我的，神一定陪伴我的，哈利路亚，神一定祝福我的。哦，大家宣告啊，Yes, oh, yes, oh.放
活着神的爱好好啊？可不可以日日都是这样啊？日日将啲垃圾套翻晒出嚟，人做嘅嘢、人讲嘅嘢唔好嘅，使乜要受落啊？唔需要，受落嘅就系神。其实神有好多嘢，我哋就受落好少啊。人嗰啲唔好啊，受落好多啊。可唔可以神啊，帮我哋日日都系咁，我一齐祷告结束啊！主耶稣帮助我哋，活在你嘅爱中，活在你嘅恩典之中。原来你嘅恩典咁美好嘅。原来神的属性够好的，我就欢喜神，我就喜欢神，我喜欢神到底的，哈利路亚，我享受神，从神得力，我就将所有的罪、所有的污秽、所有人的不好放低神，其实所有人的不好不要紧的，我们不死得的，神会给回我们的，神会补足给我们，求主释放我们，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